像他们在比较高频的时候，那它那个用频率比较高嘛，所以说就必须要把它纳入纳进来考量，那先讨论。那但首先的话，就是在因为我们知道在主动区的时候，那机体跟设计之间的话，我们是顺偏嘛。那顺偏的话，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前一站变线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一个 PN 界面的话，它的控滑距，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界面形成之后呢，然后它的会有露出这些空间偏的这个区域，它因为有固定在这个位置的空间偏的，那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像是两个物体，对吧？没有在这里用，在这边用。看完了机体跟设计的这一边界面，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边界面，就是那个机体跟机型的这个界面。那当然一样，我们都在主动区的时候，它是另外这个那个 C 跟 B 之间的界面的话，它是逆向平压的。那当然逆向平压，它主要它的那个控滑变的话，变得更加明显。到刚刚已经提到它的那个控滑区的话会变得很大，所以说我们就补一个。CD 在那个机体跟机体之间，那当然因为它的那个控滑区外中心区在逆偏操作的时候，它的这个载子那个载子着重量面的数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这里的话就不考虑那个在逆偏的时候它的那个扩散电流的那个存在。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说在管中补充了这三个分别在机体跟设计还有机体跟机体之间这个界面它的那个。控滑电的那个效果。那当然，另外的话，还有这个，如果当你要考虑这个 early stack 的效应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之前在电子学的做法的话，是在那个机体跟设计，就是 C 跟 E 之间的话，补一个小 RO 给它。那当然，这个是 RO 跟这一个 GEC 的话，其实代表的意思是一样，就是说，透过这一个电阻，然后来。模拟这个比较，就是说它的那个电流会在主动区的时候，不是逐渐的，是会逐渐随着你加这个电压逐渐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下降这个三分之一的时候，那它的这个频率对应下来的话，那我们就把它用来描述说它的这个正义会随着不一样的一个趋势。增益降到是原本那个贝塔值的那个三 D 下跌的时候，对一下这个比例叫做 N 贝塔。好，那底下这边的话，我们就来观察一下，就是说这个 N 贝塔跟 N 阿法之间是不是有存在一个关系？那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一个。贝塔它一开始我们在前面几页的定义的话，我们知道说它其实就是一减阿尔法分之阿尔法。那我们后面的这一个式子的话，其实就是要表示我们刚刚在前面的这个，也就是说贝塔这个频率然后偏下降的那个表示式，它跟这个阿尔法的话是很相似的，它只是差别就把上面改成贝塔零，那底下这边的话表示是贝塔，然后就表示它。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的工作的话，其实老师在讲义这边都写的很清楚，那有一些。要补充，比如说每一个步骤之间到底是怎么走，要再给老师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里其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最后是要去补充说，这个 F 贝塔跟 F 阿尔法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存在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把一开始它的那个贝塔的那个定义啊，是在这里的话，这个贝塔的定义的一些阿尔法跟是阿尔法，就是这个阿尔法说，前面到贝塔的时候。在24页这边，因为我们这里24页是讲的频率的时候，所以就我写一下标一个零。那是我们知道说贝塔跟阿尔法之间的关系，对吧？是这样，贝塔是贝塔，阿尔法就是阿尔法，对吧？这个关系是这个代际。对，所以贝塔等于这样。那我们再把这个阿尔法前一页的这个阿尔法是等于这个跟阿尔法。那我们下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把分子和分母同乘它的这个有实质曲度的这个一加曲度，这边是那个 F 阿尔法这边这个分子分母同乘这一项，所以乘完之后就是我们这边的这边这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接下来一步的话，它是把它的分母部分它的那个实质这个一减把它合并，合并成这样一下的一个一项。那接下来下一个动作的话，当然就是。把分子和分母同除以这个一减掉阿尔法零，所以同除以一减掉阿尔法零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这个剩下那分子的部分的话，也是一减阿尔法零是阿尔法，那它的序部的话一样也是同除这个一减阿尔法零给它，所以它这里的话那就是它的序部的分母部分一样多了这一项。那这一项的话，其实到这里的话，这里跳到下一步，其实他们。并不是直接从这里变，它是等于说贝塔零，我们前面一开始定义说它是等于一减掉一加上这个虚度的这个东西，然后分支贝塔零，我把它带下来。那我们带下来的目的的话，其实是直接去对照这比较这两个关系，是因为我发现说，它的那个分母的部分有实度有虚度，实度虚度，那分子部分也是只有一个实度的这个项，所以你就可以断定就是说，这个贝塔零是等于分子的这个一减掉阿尔法。而底下它虚部的这一个跟频率有关的这一项呢，它是一减掉阿尔法乘上 F 阿尔法的话，它会等于 F 贝塔，所以我们就可以最后得到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式。其实就是说，就如同我们刚刚讲，我们这一页的讨论的话，就是说从一开始把这两个那个共设极和共积极它的那个电流声音它本身的定义写出来，那接下来把这个会随着频率下降变化的那个式子。
这个频率跟阿法下降三 dB 的这个点阿法对应比较这两个频率的大小，哇，不是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对应这个点阿法就是乘上一点的阿法，就是我们的这个点贝塔。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知道说阿法的这个争议的话本身是很接近一嘛，像是如果把它前面的话就是可能贝塔阿法它代替来的话，其实这个阿法就是代表它的设计跟机器它之间电流的关系嘛，这两个电流是非常接近，所以它是很接近的一个数字，所以阿法有可能是 0.99 或者是比0.99更接近一的一个数字，假设把这个数字代替来的话，那当然就这个前面这个小号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字嘛，那一个频率乘上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数字跟另外一个频率的话，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另外这个频率的话是远小于它的，那我们从图形上来看的话，这个趋势的话的确是这样子，但它的这个 Fbeta 的话大概是介于10的64方跟10的70方之间的一个频率，它差不多在可能4或5乘上10的60方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这个 Fα 的话是大于10的60方，所以它们差了大概将近1000倍，的确这一个 Α 它那个开始下降到 3dB 频率的那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是比这个 Fβ 还要慢上许多的。Okay, 所以这是我们在下一页这边的一连串的这个推法，然后讨论出来得到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得到 Fα 跟 Fβ 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这个 Fβ 的话是远小于另外这个 Fα。下面这边的话，它是介绍另外一个介质，就是这个 FT。这个 FT 的话，除了刚刚的这个 Fα、Fβ 之后，你会发现说，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叫做 XT 的这个频率，那它好像叫做介质频率。不过不一样的话是跟前面两个它的定义是不同的。前面两个这 Fα、Fβ 是它的那个振翼下降到 3dB 的时候，它的那个频率大小。那我们这里的这个FT 的话，它的定义是这边的，就是说当贝塔的整个它的增益，贝塔的那个绝对值的话下降到一的时候，它的那一边就可以用到我们两个。上面的这个
下一步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他分母的部分的话，就是有时不虚估，那他要找出他这些坐标跟那个原点坐标之间的距离的话，那当然就是一的平方再加上后面这个虚估它的这一整项的话，再看一点。好 ，OK， 所以这里是稍微比较特别的，就是稍微提到一下，比如说它其实是讲是一个实数虚数的坐标轴，那当然比较绝对值的话，代表就是说这个坐标这一点，它跟原点之间的距离，那当然跟原点之间的距离的话，就是一减掉零的平方，然后后面这个减掉零，为什么减？就是原点，它原点的坐标就是零。用这样子的平方想象来找它的这个距离。OK， 当然上面剩下的这个贝塔，它本身贝塔是一个大于一的一个数字，所以它加权值其实是不会变的。那后面这个一也是为一，所以这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一步怎么变成这一步的话，这样子的式子来表示。好，那接下来的话，当然后面的工作就比较简单了，就是说像这里有根号的话，那它又在分母，一般我们会先把它乘过来，就是把它拉到我们的等式的右半边，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等式左右两边的同时平方，那同时平方出来的结果，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根号把它移出哪里去嘛，所以我们同时平方出来的结果的话，等式右半边就是只剩下根号里面的这个东西，那左半边的话原本贝塔零，那当然它平方就是贝塔零的平方。那下一步的话，当然一样，这里跳到这里就是把这个一把它移过来，那移过来完之后呢，再把等式右边的这个分母部分 f 贝塔的部分把它乘过来，就可以得到这边的结果。那得到这边的结果，我们看到好多平方哦，所以我们就把它的那个等式左右两边再开一次根号，所以再开一次根号出来，就是会变成是这样子的这个式子这边结果。那这个式子跳到下一步的话，又比较简单，就是说只是把这个 f 贝塔，我们刚刚在前一页推出来的这个结果 ，f 贝塔等于一减掉阿尔法的这个贝塔，阿尔法把它带进来，就是把这个 f 贝塔用这个整项带进来，带进这里，那这样子来表示。那这里跳到下一步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贝塔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能99，甚至有些它的那个分解率的贝塔可以做到49等等，就是接近那个。接近500，甚至更高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的这个贝塔零平方减一开根号的话，其实这个贝塔零是通常是远大于后面的这一个一，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一这一项再把它省略掉。那当你把它省略掉的话，就是这个根号贝塔零，我们就可以把它减成为贝塔零表示。所以这里看到下一步的话，其实是把这一整个这个一把它省略掉，因为它比原小一些，这个贝塔零的。那贝塔零，看看到剩下贝塔零，那当然下一下一个是这个贝塔零乘上一减掉阿尔法的话，是跟阿尔法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这一页这边的定义，贝塔零如果是乘上一减掉阿尔法，我们把这个乘过来，那就剩下这个分子的阿尔法。结论就是说，我们一连串的推导，当然等一下我再跟说把这个推导过程再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些人刚刚还在做笔记的，听得很详细。好，我先讲一下这一页的结论。这一页的结论就是说，我们从图形上观察，它这两个频率都有下降的趋势。那前面有两个频率，它的截止频率，它叫截止频率，它的频率是阿尔法跟贝塔，它们下降到原本3dB这样子大小时候当下的一个频率。那我们前页推导的结果就是 f 阿尔法是远大于 f 贝塔，那 f 阿尔法跟 f 贝塔之间它们也有一个关系式，就是我们在前页推导。那我们这里的这个介绍另外一个这个截止频率 f 1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注意是它的定义，就是说它指的是贝塔这一个正义它下降为一的时候当下的那个对应下来的那个频率。那我们就把它的那个贝塔，它的那个关系跟频率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把它带进来。那带进来的时候是整个绝对值为一。那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一段特别，就是说它分母的部分有实数有虚数，那加绝对值可以把它视为就是一个实数虚数的一个坐标轴，那那一点坐标跟这一点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就把它用下面这个分母的这一个平方相加根号这项表示。那这一步跳到下一步，就是我们把分母这个
下来的话，就把本次右边这个一移过来，变成是进。那下一步的话，就是再把这个本次右边的这个分母部分 H 配两部分，把它乘过来，乘到本次左边的这个底下这个式子。那底下这个关系式之后，接下来跳到下一步是把等式左右两边都开根号，因为其实这每一项的话都是大于一的数字啊，就是说频率一定也是大于一嘛，那贝塔平方减一或者是大于一的一个数字，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左右两边直接这样子开根号，不怕有那个正负的这个问题。那你开根号完之后，就可以得到这边的这个结果。那这边跳到下一步的话，单纯的是把我们前一页的这个 f 贝塔跟 f 阿尔法之间的关系把它带进来，所以就把这个 f 贝塔用这个一减掉阿尔法零乘上 f 阿尔法来取代。那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是把前面的开根号，因为我们知道贝塔平方的话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后面的这个结果把它省略掉，所以就变成是贝塔平方开根号，那当然就是贝塔。那接下来就是把我们24页这个贝塔零跟阿尔法零之间的关系呢，这两个相乘之后出来的结果是贝塔阿尔法零，所以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说，这个当贝塔下降为一，当下这个截止频率 FT 的话，它跟 F 阿尔法之间的关系，它们等于 FT 是等于 F 阿尔法乘上阿尔法零。那我们刚刚也已经知道说，阿尔法零是一个很接近一的一个数字，所以基本上 FT 跟 F 阿尔法这两个应该是非常接近，可是 FT 是稍微略小于 F 阿尔法。那我们从图形看起来的结果也是一样 ，FT 跟 F 阿尔法他们这个两个频率之间距离是很近的，因为相比这个 F 贝塔的话，它可能差1000倍，跟这个的话，它可能只差个几十倍这样子。不过 FT 的话还是稍微略小于这个 F 阿尔法，就是他们两个这个频率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这边的这个结论。OK， 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段落的话，就如同我们今天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些增益下降的趋势，其实就是跟我们这样子的每个 PNG 面它里面存在这些电容是有很大关系。当我们操作在比较高频的时候，这些电容带来的效果的话，其实我们就必须要把它考虑进来。那考虑进来的结果的话，我们会发现说这些增益会是怎么运用的，这样子对应电容，就是这里介绍的三个。那这整个过程的话，虽然看起来很多符号，还有实部虚部看起来很复杂，可是就把老师刚刚，因为我们前期都把整个过程都写得很清楚，那可能在搭配去做老师刚刚在上课补充的一些东西，那去一个步骤一步骤看的话，那就可以找到说这些频率之间他们的关系式啦，那还有就是说他们对应到图形看的话，是处在什么样子的位置。好，那下面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有几个方式来改善它的这个频率响应，因为其实你要改善它在这样的操作的话，是尽量的。它下面的这几个步骤的话，其实它的主要的中心的一个精神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让，因为主要我们前面这些电容的话，其实整个都是主要是这个少数载子，所以在积极的部分，它的少数载子它整个移动过去，然后穿过我们的那个机体，在机体是以扩散的方式穿过这一层。那这样子整个，如果说你让这些少数载子在机体这一层，它移动所需要花费的时间越短的话，那你就可以去改善它的在一些频率底下操作的这个效果。所以你要让这些少数载子走过这一层，中间这一层才要花的时间越短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就是其实跟我们一开始的设计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中间那一层就是设计的很薄嘛，设计的很薄的话，当然你这个载子从这个机体的左边要走到右边的话，当然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也越短。而且我们前面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在讲到电流的时候，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都是讨论它的少数载子它的那个分布。那我们比如说像在树叶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去看出说这个少数载子它在什么位置，它的那个浓度分布大小是不是这一串，它是要有的积极的
是这样子的设计，让它有一个比较窄、比较好的那个进行的宽度的话，其实宅子在走过这一层，它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比较短，它也可以改善它在这边不动频率下的那个操作。好，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些宅子要走过中间这一层的话，是以扩散的方式走过去嘛？那当然，你的扩散的系数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这些宅子在中间扩散系数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那当然，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以这一点来讲，它电子的扩散系数跟电子的扩散系数是比较大的，是大概很大。所以你如果说，因为我们通常是现在那个 BJT 的设计有两种形式，就是 NPN 或者是那个 PNP 嘛。那你如果是 NPN 的话，那当然就是说在中间这一层，它的主要走的是就是电子，因为中间是 P 型的材料。如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稍微再就是以电子来讲。电子在这个 NPN 里面，整个走过所需要花费时间就越好。那如果是 PNP 呢？那在中间这一层走的时候，就变成是电动的。因为以电动的角度来走，等于是你这两个 BJT 他们分别派出电子和电动来 PK， 说他们在中间这一层材料所走过去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那你当然是派出电子，因为它本身扩散的系数比较大，它扩散的本身走过去所需要花费时间就比较短，所以是越好的。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你要超出在这里高频的时候呢，我们会选用 NPN， 因为在中间这里，中间这一层 P 型材料里面的少数的载子在走的话，是电子在走，那电子它本身扩散的速度是比较快，所以当然是比较适合操作的。OK， 所以这边的话，当然就是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要以这个那个本身来参与整个反应的这个载子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当然选用是中间是 P 型，它的少数载子是电子，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其实第三个我们等一下后面呢，今天应该可以讲到，就是它的掺杂的时候，如果我们机器让它的那个掺杂整个机器材料的话，它掺杂的浓度不是那么浓的话，那特别就是说，它如果让它的靠近设计的那一端的话，它的那个掺杂浓度比较高一点点，那另外靠近机体那个掺杂浓度比较低一点点的话，其实可以让它机体本身这一层材料里面也有一个那个电场，让我们等一下后面到时候我会再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说这个电场方向是怎样。那这个 grading phase 的话，就是说整个掺杂浓度是一个有点渐层，就是不平均的，可能一侧比较高，那像我们讲这一侧是靠近设计比较高，那靠近机体那里比较低的话，你就可以让这个中间这一层材料它有一个内建的这个电场。那你这个内建电场加进来的话，其实就是变成是说你的少数载子在里面，除了原本它以扩散的方式走过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电场在帮忙推。那当然有两个这样子本身的那个往机器那边移动的力道的话，当然它本身整个载子它在这一层那边走的时间又更短，速度又更快。OK， 所以这一页的话就是说，我们主要要来讨论说，要怎么去透过我们的一些制程的方式，包括你的每层的厚度啊，还有就是说材料的选择，它的那个掺杂属性的选择，甚至我们在掺杂浓度去做一些变化，那目的就是要改善它在高频的时候的那个操作的那个效果。那底下这三个的那个改善的那个方式的话，其实它都是观念概念都是一样，就是尽量的让这个少数载子在中间这一层机体它走的时间越短越好。所以第一个就是比较窄的机体的宽度可以办到，那另外的话就是你选用那个可能扩散速度比较快的材质，也就是你如果要在比较高的操作的时候，就是用 NPN 这样子的那个元件的结构。那另外的话就是在中间这一层还有一个不平均的掺杂的那个情形，那让它里面的话会有一个中间只有单纯机体之外，它本身就存在一个内建电场，所以再次在里面除了扩散的方式之外，还有一个内建电场在里面。
是电厂 FIELD， 不好意思，大家再稍微修正一下，电应该是电厂。OK， 那还有其他同学？那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的往下下面记一下。刚前面的操作主要就是讨论它在高频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目的就是说，当这个 BJT 是用来作为我们的放大器的时候，那当然放大器的时候，它讯号进来的时候，一些高频的那个操作话，是在前一个段落主要摆的重点。那既然作为放大器，我们前面摆的那个操作模式的话，其实就是在主动模式。那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在这个段落，其实我们是把这个 BJT 主要是用来作为开关的这个使用。那开关的使用，当然我们知道说 BJT 要作为开关，其实是另外两个模式在切换，就是在其实模式以那个饱和模式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以这样子的一个运路来看的话，你去改变这个 IB 的大小，一开始 IB 的这样子就是这一条，那你如果让它 IB 增加到这一条的话，那你就可以让它沿着这个复制线呢跑到这一个端点，这个 up 这个 o p 切换。那其实这个切换呢，跟在之前21页这边其实也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分别作为开关的话，从这一页整理的结果就是说。截止模式的话，都完全在机器里面，它是左右两边的完全在一起，几乎是一体。那在饱和模式的时候，它跟主动模式差别就是差在这一个积极跟积极这个界面是顺变的，所以它在这里的话，它的那个在这个超级三角度的话，相较于主动模式真的是降为零，它真的是有一定的那个在值的。所以我们就是借由截止的模式跟饱和模式这两个模式。那等一下，我们那一段的讨论的话，就是会变成是说，你两个切换并没有办法及时瞬间让它中间的这个这样子，突然间从 H 都没有变成是 A 点都很高。其实你会有一个过渡，那这个过渡就是差不多是像是它可能会先经过一个类似主动模式的那个很花的时间很短，那经过主动模式这样子来做切换，那你切回来的话也是一样，也是饱和要变成截止的话，它中间可能也会经过这样子的那个主动模式，也就是它里面的。主要就是探讨中间积极这一层它的那个少数材质那个分布的那个形状的话，其实会就是没办法瞬间让它从饱和切到截止，它会有一个中间的那个缓冲的那个情形。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用这个 BJT 来单纯来作为开关的话，你当然就是要设计的让它中间切换所需要花的那个有点那个延迟的那个时间的话，让它越短越好，那它才可以比较适合我们这个作为开关的这个操作。OK，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在之前这四个模式的那个，主要是这里的重点就是去看它的那个每一层才要少数材质，特别就是中间机型它少数材质它的部分的情形。那我们再回到。Thank you.
像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为例，也是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就是哦棒，然后切到哦，其实我先把这个结果出出来，他会变成是说，他要切换成按的时候呢，哎，他可能会有一点点那个 delay。但你按好好，你真的是这次切换到好的之后，你在某一个时间把它关下来的话，它又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它才可以这样子再荡下来。所以等于是说，中间会有一个延迟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讨论说，哎，为什么会存在这一个延迟时间？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回到前面20、21那边的那个讨论，主要是跟中间的那个机体那一层的那个少数载体的那个分布。但我们要做这两个模式的切换的话，其实它里面你等于是要把它处理在这个机体这些的变更呢，把它消除掉。所以我们就以这一个来说呢，看就是说，然后它的 solution time， 就是说，所谓的会开关它的那个 on 跟 off 的那个时间，然后就是说，当我们要把它做切换的时候，到底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呢？中间它才可以正式的这个切换。所以一开始的话，当然它切换它的，它是以就是说这个 ID 的那个变化，那我们 ID 做一些调整，比如说 ID 一开始给 D， 然后我们到 T 等于这一瞬间让它 on， 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 ID， 然后接下来的话在 T 等于这一瞬间又把它关回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哎，做这样子的那个变化的话，它对应到我们在 IC 那边的知道的电路的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些电路，那在记忆体组成这些电路的话，一开始在QB call 就是在 QB 的这一瞬间，以及它是就是没有电流进来，所以我对应下来的话，这个 QB 的话，这所谓的 QB 就是中间这个蓝染这边，蓝染这个储存这些那个电荷的那些电量。那当然可想而知，就是说在截止模式的时候，就是中间是完全没有少数载值，所以对 QB 的话是为例的。所以，那当然就是说，在 T 等于这之后，把它切换，把它那个反通嘛，所以就开始有 IP 进来。那当然，在中间的这个机器的那个电流，就慢慢的就逐渐上升。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你回到21那个图的话，就是它那个中间的那个讲那个阴影，就是蓝染的那个面积，它那边储存电流就会慢慢的上升，逐渐的因为开始导通嘛，它电流开始已经涌进中间的这个机器的部分，所以它电荷这个 QB 就越来越多。那当它等于到 T2 的时候，等于是它整个对它这个电荷矿进来达到一个最高峰的这个点，那我们这一点就由 QB 的图，因为它在 T2 的时候，它的那个所在积极的那些的电荷量。好，那我们在 T2 之后呢，它的 IP 又把它切回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又开始的希望它要往 off 去移动。那当然，我们就是势必要把中间积极的这些电荷它移除掉。所以你慢慢的把它移除掉的话，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当它时间到达那个很大的时候，它的那个中间储存的电荷就降低。所以，这一页的这个图形，我再把它讲一遍，就是说，借由上面的这个前页的这个电路图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去改变这一个 ID， 让它 on 跟 off。那我们要去看一下说这个 ID 对我中间这个机体它里面少数载值分布的影响，因为这些分布的影响，它会进而去影响到我们输出端这个 IC 这里的那个电流这个大小。所以我们就假设它一开始灌进来这个 ID 它是在 T 等于的时候小一点是没有的时候，我在 T 等于的时候把它打开，就是开始有 ID 流进来，那持续的流动到 T 等于 T 的时候再把 ID 把它关掉。那接下来我们就对应到下面这个 QB， 就是它在机器那边暂时在那边的这些电荷，就是在那个少数载体分布的那个区块。那当然它开始有那个电流的话，当然电荷就慢慢的涌进，所以电荷在机器的电荷就慢慢的逐渐上升。那当它到 T 等于 T 的时候是达到最高峰，因为持续的那个电流一直进入到这里才把它关掉嘛。所以当它关掉之后呢，那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的话，当它的库存大小也会降回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我们有兴趣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饱和区的这个边缘，就是组合转口，主动转。
设定的话，就是说，哎，可能是前面是截止，然后中间就是饱和，然后后面又是截止。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说，我下面这边的话，就是说这里是截止，那这里有一个过渡是不动，然后当它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才是饱和。那饱和再往下掉的话，又会对中间又会过一个主动调整叫截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动插在中间？其实蛮就是。就是说，这两个模式之间的切换的话，它等于是列车开始哎一直涌进来，然后慢慢的累积的话，那它一开始当然就是越来越多，它可能在某一瞬间会先经过这一个累积的电流量，就是呈现是比较像是主动式的一个分布，那一直你还持续灌进来的话，它才会上升至这个饱和这样子。所以等于这两个模式里从那个截止要变换到饱和的话，你会先经过中间的主动，所以。在中间一定时间里面的话，它会先切换成主动，然后当它超过特定的量，它就会变成是饱和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如果你到这里还有点不懂的话，我们到下一页。下一页讨论的话，其实它的左边的这一个图形的话，左边这个图形其实就是我们中间这个图形，我把它斜线局部放大。这里的话，当然就是。整个机体的关注就是零到 W 嘛，那你一开始是截止的时候，你先不要看上面的曲线，一开始截止的时候应该已经是完全没有那个手术在边上分布，所以它应该是底下有吗？在 x 等零的位置它还是为零，然后在 x 等 W 的时候也是为零，它是等底下是这一条横线，就是说它完全没有那个手术在分布，就跟我们在21页的。下角第三象限那个图形是一样，它是整个都没有一些手术在分布。可是你持续开始，你现在开始主标那个等于电车开始要进来，那它一开始的话，它最底下有每条线，它就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往上升的话，它就一开始等于是像是在跟它充电一样，它就会呈现出这样子的 pattern。那这样子的 pattern 就是说，这边开始为零，那这边开始有上升。那这样子的形状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主动模式。它中间积极的少数在此的那个分布是一样的，它的靠近设计这边是比较高，它靠近设计这边是比较低，所以它就是这样子先这样子上升到这样，所以它中间就会经过一个主动模式的那个缓冲。那你在持续的对它有电流进来的话，是会整个这样子，你就把这条时间把它整个平行这样往上拉，往上拉的结果的话，当然就是说随着你的时间越长的话，就高到一点一度的时候拉到最高峰嘛，那这个形状它就比较像是现在形状的一个饱和模式对它的结果。你看它这边比较大，那这边也不再是为零，所以这整个过程的话，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一点点概念，就是说我们左边的这个图形其实把我们前面的三层，只要中间这个基基这一层，把它局部把它放大拉出来，不特别要去讨论它。那在一开始截止模式的时候是全部没有电荷累积在这边，所以它应该是底下一条横线而已。那你开始 IP 进来，开始有电荷灌进来的话，它的整个那个线开始拉上，会变成是底下这一条那个实线，就是它比较偏向是主动模式。那你再持续去有电荷进来的话，那整个也是平行这样往上移，那个它累积的电荷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有这样子中间一个缓冲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就把它主动转饱和，或者是饱和转主动。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是饱和哦，截止，然后先到主动，再到饱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主动跟饱和的那个交界处的话，就是在这一点。那你在这个瞬间的下一个瞬间，你电车再进来的话，它就整个往上移，它就会进入到饱和区的那个饱和组织。所以在这个交界的地方，我们把它这里的电车就是说刚好就是说它主动区累积电车最大量的话，我们把它叫做 QS。那这个 QS 的话，大家就看到前面这边，就是刚好它这边持续一直进来，一直进来。那当它到 QS 再加大一点点的话，它就变成是那个饱和模式这样子的那个电荷的这个分布。所以它中间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个主动的那个缓冲。这里当然是稍微比较抽象一点点，就等于是说你要的概念，是我们现在的主要的反正重点是去讨论中间积极这一层它的电荷的这个分布的。那因为你的那个电荷进来一直累积，那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 T 点 T 2的时候就不再等于不再对它有电荷进来的话，那你关掉的时候它的电荷就慢慢的下降。所以如果你回到这个图来看，我们刚刚就是说，一直到谷底是，然后到 T 2的时候达到最高峰，那我们之后呢不再有那个 IP 进来的话，你其实就再继续的往下掉，掉掉掉掉，然后最后掉回到另外一个，就是变成是保动哦饱和转主动这样子的那个切换，它等于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少数在那个分布，所以如果回到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饱和在这边的话，那当然它掉掉掉，这还是饱和。那到这一点趣味是这一点的话，它就是进入到主动，那当然到后面的话，就是以后的话就是截止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所以它就是分别在 on 跟 off 会有点。中间主动的那个缓冲，那这个缓冲的话，其实就是会造成你在做开关、做切换的时候，有一点点时间的那个 delay， 有一点的这样子的结果。OK， 所以这里当然就是说对应起来的话，我对应到 IC 这个电路。为什么它在这里的话，它的固定其实就是固定一个电池，最主要我们知道说，这个 IC 的这个电流跟它中间的这一个斜率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既然我们刚刚说，对它一直充电的话，它整个这两根电池是平行这样拉上来，所以它的斜率其实是不变的。那斜率不变的话，整个是平行的嘛，所以说它其实跟一开始在 T1 的时候它的那种电流。是固定的大小，所以你看它在进入到 T1， 就是说完全从主动切换成饱和模式的时候，那它的电流的话就会维持一定的这个电值。那现在的话，当然就是说你会注意到说，前面这里 off 转 on 的话，它有一个那个缓冲的一个时间，它这里比较短。可是后面这一个那个 on 要切换成 off 的话，我们其实是在 T2 就关掉了。看我们在。然后其实这个就把它从 on 要把它关成 off， 可是实际上的话，你会发现说它中间的这个缓冲，它有一个时间延迟，这个 T2 跟 T3 之间的话，其实它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关掉，可是它还是持续的维持 on 这段时间才开始往下掉。那我们就把这个 TS 这段时间把它叫做一个储存时间的这个延迟。那主要的话就是说，把它从 on 切换成 off 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那当然就是说。问一个设计比较好的那个开关的话，当然就是说尽量的让这两个时间，特别是 T S 还有前面这个零到 T 1之间的，让它越短越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它整个切换是比较顺利的这个操作。稍微休息一下，那等一下的话，就是我们再继续把下面的这一个，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包括自身上面的限制，包括自身上面的限制，或者说一开始的设计等等，它会造成中间有一些比较非理想的效果。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可能会去讨论这些非理想的效果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子，就是比较差的那一种。稍微要通过比较好看的稍微通过一下会进入的来讨论一下，那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那首先第一个我们非理想效应，知道其实非理想效应的方法是说它的设计开始的话，我们现在就比较多的在这边有20页的20页这边的话，我们就比较说我们如果要想办法去改善它这个伽马这个设计效应的话，那我们根据伽马它里面的定义，那我们中间去对
当初的结果发现他的这个 NV 和他的 E 的这个比值，如果让他越低的话，就是在40的比跟 A 的比值在这边，你让这个比值越低的话，你的伽马是会上升的。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我们要想办法把射击这边的掺杂因素呢，让它是在这三个指标里面最高的，让它高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大的这个伽马值，那当然比较大的伽马值的话，怎么对起来？因为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伽马跟阿尔法的一些关系。伽马跟阿尔法之间的关系，伽马还有乘上阿尔法之后，我们计算出一值，等于它的这个电流增益，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益，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说让设计那边产生浓度比较高。可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介绍一个，就是说，其实你随着你的射击参战浓度越高的话，它在实际上量出来的，它在射击那边这一层材料，其实它的冷气大小、被电大小会受到你当下的参战浓度会有所对应的变化。那这个像是的话，算是一个实验出来的一个经验实验，也就是说上面这个 N 的话是，其实就是你那一层材料参战的浓度。那这个材料参战浓度的变化对应在代谢，你会得到一个 delta E G， 也就是说你的冷气大小的话，通常你如果都选一定是你的吸收材料，那你随着你参展浓度越高的话，吸这个材料在它当下它的冷气大小的话，其实会越来越小的，它的那个流入到 delta E G， 就把它叫做说它是一个 band gap delta， 这个冷气的话是变得比较窄的。那为什么变窄？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把设计这边让它参展浓度很高，高上另外两层许多，那当然它的那个能性的话就会有对应的变化。那这里能性的变化，你就想说，哎，那能性变化好像应该比不会不会是自己想到，还是跟电流的那个关系呢？还是会影响到其他吗？其实它会直接去影响到我们刚刚前面已经介绍这个贝塔比。那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贝塔比除了跟刚刚的这个 N 一和 N 二的比值有关之外，它后面其实跟它的那个能性大小也是有关系。那你现在这个能性如果Band gap narrow， 它那个变得比较小，也就是这个 delta E 就是变得它微缩的变得比较大的话，就是它降低的量变大的话，那当然是这个会造成它的这个贝塔值直接下降。所以它这里就变成是也是有点缺漏，就是说你想要去改善它的这个伽马这个增益呢，你就想办法去增加你在设计的那个参展浓度，它的确可以让伽马增加，但是相对来说，你的参展浓度越高的话，你的射击那边的能性大小会减少，而且随着你参战浓度越高的话，它减少的量就是个 delta E G 的话会越大。那 delta E G 降得越大的话，那当然代表这个贝塔的话其实会逐渐下降。所以它下面这边是有很多不同的做出来的那个元件的，让它去变，就是说在当下它的这个射击那边参战浓度的变化，那你会发现它参战浓度变化，所以浓度越高的话，它能性要打进去的话，就是希望降的浓度是越高的，他们不是很高。这样子的趋势，那当然进一步带进来看一下这个事实的话，贝塔值会下降的。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实际上呢发现说，并不是说我们单纯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想要增加伽马值，它就会只有带来一个效果，它进一步的会伴随着比如说能性的变化，这个贝塔值会有变化。那下面这个 grading base 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提到说，我们改善这个 coding 的操作的时候，就是在30A的第三个，用那个 grading base 让它那个积极的有一个，我是那个均匀的那个参展的情况，然后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内建的这个存在。那这里的话，当然就是说，其实我先画一下我们前面之前有到的。说让它的参展浓度或是比较均匀的时候，是比较没问题。这样的情况，这些 N A 或 N B， 因为我们三层材料，有可能是 N A 有可能是 N B， 那我们再把它在每层材料打下来。那我现在把每一层的把它画出来，像这里是。
设计的是 Pixel Plus， 它是一个水平的，然后这一机器是比较低，然后机器是在那种最顶这样子一个，就是很低迷这样子的一个参展的一个情况。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说它这里是一个 Grid Face，就是说它其实每一层只要特别是在交界的地方，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我们在讲到说元件的制程啊，一开始我们先准备一个那个作为机器的那个 P 型基板，那我们先把它的一个区域把它中间那个区域用一个像那个可以用尺往下凹，把它变成是 N 型的，那接下来再把最上面的那个 N 里面再一个局部区块把它变成是 P 大型这样子，所以它特别是在交界的地方，它从 P 转 N 跟 N 转 P 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个并不是说可以像是每个设计这么理想，就只是它是水平这样子的那个形状，然后这里就是从这个往下先掉，然后再又变成二十八，然后 N 转 P 往右往下掉，所以这里的话就变成说特别在交界处，那我们这个也不是那么均匀的情况，那我们这里又刻意的把这个机体的部分呢，我们前面提到我们是希望它靠近那个设计的这个区块，它的参展度比较高，那靠近设计的区块，参展度就是稍微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它就会有一个硬度那个链接存在。那我们稍微挂掉那个这一块，对，你参展浓度这边这里是左半边比较高，右半边比较低。那我稍微来比较一下，因为它到时候如果每个掺杂的进来的那个杂质都全部由你化变成是空间面热的话，那这边的空间面热量是比较多的，这边是比较少的。所以它到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个内建的电场方向的话，其实就是让它出来的比较多的变化，比较少的这个方向去吃。OK， 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它当然这个电场的话就会进一步的去。讲到说，到时候宅子在中间这个机器这一层材料里面的话，其实这一个电场会稍微去推动它，然后让它有不一样的这个那个力道，然后有这样子的变化。嗯，欸，所以我们从这里再稍微。对，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提到说，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别在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不均匀的趋势，然后把 base 这边的话，让它左半边比右半边还要来的多，所以就出现一个这样子的那个内建电场，就如同老师这边讲的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内建电场？因为你掺杂进来的这些杂质，它有的话之后，到时候左半边的空间这件事，右半边的空间这边还要来的多，所以它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电场的一个趋势。那配合我们前面讨论到的话，这个电场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宅子在这层材料里面移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其实这个那个非理想效应，像这个 Grid Face 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刻意说让它在这边比较多，是它并不是说整个都是比较差的，因为我们前面是刻意这么做的话，主要是去改善它的这个在高速操作的这个情况。OK， 所以它这里的好处的话，我们就是讲它移动过去的时间呢会比较短，所以它可以。那另外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既然它参展浓度不是那么均匀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它中间在进行这一层，特别是进行这一层，它的那个能量就是有点歪斜的。那这个怎么看呢？因为你就看一下这边浓